来玩个最终化吧。然后一样是使用兵长。哇，这个模式兵长的戏份好重哦。老头，刚才你操作的是兵长？对啊，都是兵长，一直都是兵长。除了偶尔是，只有刚开始序章是阿尔敏，然后偶尔是艾莲，大部分时间全部都是兵长。トロストクに設置された処刑台は巨人を潰し続け、ウォールマリア内にいた巨人は残らず掃討された。一度目の超大型巨人襲来から6年、調査兵団はウォールマリア街への壁外調査を行った。我们要直接去那个，我们要去看海了，去听海哭的声音了。ハンジ、ウォールマリア内に入っていた巨人がほとんどだった。まだ残ってはいるだろうが。そんじゃ、予定。巨人だ。やっと現れたか。もう目標地点に近いはずだが。周囲の巨人をすべて討伐して目標地点に急ぐぞ。先行させた作敵班が心配だ。実戦に不慣れな新兵や専属兵も多いし、前線の陣形はもう崩れかかった。角度不佳。信号弹，为什么要给我一张照片这样子？前往信号弹的位置，好的。他没有消的戏份，应该是要。我现在是直接走第一线，他后面好像还有二线、三线，应该是有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他这个是可以选择你要先从哪里开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应该会有啊。因为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啊？动画吗？哎干！靠北，拉叉。那个巨人的眼睛有点像咕噜眼。哇，赶快救他了，拖太久了，都变紫色了。这不是可以调整难易度吗？要不要试试最难哦？等我全部都玩完了，我们再挑战最难好不好？哎，先不要虐待自己一下。换刀片啊！哎，对。嗯，有人死掉了。啊，算了，随便了。我嗯。
巨人化都很帅，但他爸却很肥。不知道欸，长相问题，欸，也不能说长相问题啊。这个人设人刚好打的那个脊椎翼比较肥吧，都是体脂肪，有没有？啊，我这样解释可不可以？他打的那一罐啊，里面脂肪含量大概是啊80%这样子，所以比较肥。看我被抓到了，阿敏救我，感谢你。小心哦，有人要死是不是？欸，没有。我们打46000呢，欸，舒服啊！啊，没有刀片了，算了。这边，救刑针头的副作用，因为他爸有被切手指嘛，来。只能怪说作者想要把老爸画成这样子吧。劣质品，用旧针头扎下去就不一样了。那个巨人发型有点像发大财啊，我觉得都差不多吧，都长差不多，我觉得。我们到了，哪里到了？嗯，不要玩兵长，我们到了。欸，这还蛮快的欸，讲实在的。啊，还有？怎么有一种莫名其妙 what the fuck 的感觉？コニーサシャ。補給啊？Hello？ 欸，這也不能補給啊。到瞄哪里啊？烦死了！牙通牙，沙漠也太短了吧！动画版超长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可怜的经费不足巨人啊，经费不足巨人啊！欸，这不是号角响起里面的耗子吗？怎么在这里啊？跑龙套眼巨人了。演起巨人来了。
哎，花衣安安你好，老头通宵哦，没有啦，这个这关打完应该就休息了吧，之后再去破他之前前面的剧情。他前面还有那个什么处刑台的部分，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枪声的那个剧情，没有把它玩出来。靠，这样也抓得到哦，厉害了厉害了！完了，我卡在上面，干什么东西？阿明救我！我居然软弱到要被阿明救，哭哭哦！烦死人了。我的妈嘞！これでは目標地点に行けない。保护米卡莎，米卡莎死亡，我要重打了，已经没有下次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杨博元安，哎，我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就这样米卡莎死了，这样子。靠杯哦，这个检查点不行是不是？哪有人检查点设定在米卡莎死亡前面的啊？靠！米卡莎死亡，你看啊，白痴哦！好啊，反正他就是要我重玩就是了啦。他把兵长放在巨人的下面啊，完了怎么办？变更难易度，从检查点开始。这样有办法救吗？还是他还是会死？一样啊，哈哈哈哈，看是有差你。好啦，我觉得要从头开始了。看，从头开始很累啊。我已经打到这边来了，你要我从头？妈的，只能重玩了，真的没有下次。他真的就是给你往死里打，干，全部从头开始，我操你的！我们要寻找刀片，下面有一个据点，盖一下吧，为了刀片。刚刚是不是出现任务失败啊？那个是支线任务的任务失败，可以不要理他，没关系。那可以忽略啊。哇，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好无助啊！没有刀片玩小啊。只能靠我们阿尔敏攻击吗？逼不得已了，只好换一下装备了。不然我真没办法做攻击。看这什么伤害啊！哎！快跑！啊！怎么会这么的困难呢？这一代可惜好像没有狼烟，我目前还是没有看到狼烟欸，有狼烟的话就可以保住我的武器不会断掉了。
没狼烟真麻烦。哎，那么巨人，我们这边还有好几只要打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只能切换装备。啊，没有瓦斯了。唉，我也没补血了。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射不死啊？又进入 bug 了嘛？干嘛这游戏到底是为什么射不死啊？明明就是很近可以射好几下射死的家东西，搞那么累，让我切回来。啊，切回来刀片依旧不在。那个艾尔米是狼烟吗？我看一下，他会发狼烟啊，可以啦，稍微增加攻击力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切回来。哎、欸，我有刀片了，哈哈哈哈！哇，狼烟补刀片呢、欸，我居然落魄到这种地步哎、欸，狼烟补刀片啊，各位。狼烟补刀片，好哀伤哦！干，我这不想打了，浪费。我们就这样略过吧，见死不救。我们直接往这个大型骑行种靠一靠，好吧？不然我心很累。还有在在50秒，在50秒，哎、欸，我们在50秒，我们就有狼烟可以使用了。啊，各位撑着点，撑着点。嗨，你好。啊，我们稍微忍耐一下啊，再等个40秒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刀片了，哎、欸，啊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妈的，这全部都是炮台，早知道那时候当时弄一下那个。当时啊、哦，早知道当时弄补给了，我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全部都是炮台，可是我记得二代炮台补给也有一格啊，为什么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边的炮台为什么不能简易补给啊 ？bug 吗？这游戏有做到雷枪吗？哎、欸，对吼，都忘记我们有大绝这种东西了。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。我都忘记了呢。来看一下能不能发动。不行。嗯，他好像没有。不能发动。这个模式好像不能发动的样子吧。阿米上。了解です。哦，刀片瞬间补了一点点，好爽啊！这时候米卡莎上去，285000，这个伤害，结束。对啊，为什么双火神像不能开？不知道。
让我费了这么多功夫，的确是让我费了这么多功夫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好麻烦啊！终于可以睡了。对啊，我们要去看海了。間違いない。この場所で。然后这时候，这个爱莲的头发变超长的，遣送乐园。哎、欸，那是念移吧？移送乐园是不是？Saki mi。哇，这个脚，鸡爪，脚鸭子。汉吉有这么瘦哦、喔？哼，东西有毒。他们第一次看到海啊，该不会是巨人的粪便吧？不是吧？巨人不是不会排便吗？他们只会吃，然后在照常的时间规律，再把吃东西吐出来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会大便啊？哎、欸、啊！最后的那个桥段没了，动画嘞？不是更应该把它做完结，做一个了断，一个动画出来啊？没有哎、欸，结束了。这个是墙外的嘛？最终夺回作战啊！这边应该又要操控艾尔文吧？哦，然后这边第三话雏形台，这边都还没补，还有下面的都没把它补完。哦，会感觉有点仓促啊，就是莫名其妙就没了，就是因为我前面的剧情没有把它补完。所以说到时候开直播可能会把这边吧往下补吧，把它全部把它补光光。没有动画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啦，为什么刚刚没看到啊？有啦有啦。这是还没出发之前。啊，間違いない。親父の記憶とつながったんだ。我老爸記憶相連的。マーレ政府に捕まってパラディ島に来た。巨人となって永遠にさまよう。啊，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相连了之后，他才去刚刚那个有海的地方。そしてその時、あの男が親父を。消。动画出来了。晋级的巨人，あんたは何者だ？親父を救った男の名はエレン・クルーガー。愛莲。巨人と呼ばれる。酷尔加。特別な巨人の一つを宿していた。他也叫做愛莲哦。その巨人を継承して始祖の巨人を奪還しろと言った。なぜあんたがやらない？九つの巨人の力を継承した者は13年就会死。彼が所以说他必须要交给他了。13年前だった。寿命一瞬间变短。阿尔明表示干。それぞれ名前がある。莫名其妙剩下13年寿命呢。その巨人はいついかなる時代においても自由を求めて進み続けた。自由のために戦った。名は。晋级的巨人，会不会看到他老爸在和他妈妈在？嗯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们就要稍微问一下我们的作者，好不好？创哥有没有打算要出个本本之类的啊？老爸与妈妈的记忆啊，那个本本上面就写爱莲老爸
与他妈妈的记忆。啊，睡个觉突然想起，哎、欸，这个画面，嗯，这是老爸，这是我老妈，你们在干嘛？